大家好。今天是湖东国小附设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也是我们要和大哥哥大姐姐们离别的时刻，心中有好多难过和舍不得，也有好多感谢的话想要对你们说。感谢的是记得刚上学时大哥哥大姐姐们安慰我们，陪伴我们，让我们忘记想家的难过，开心一起工作及学习。难忘的是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唱唱跳跳，玩游戏，画画，表演，做运动，让校园到处充满我们的欢笑声。舍不得的是儿童节、元宵节，大家一起进行好玩的节庆活动以及运动会、校外教学、有趣的闯关游戏，这些学习记忆都会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回忆，希望们不要忘记哟。今天大哥哥大姐姐们就要毕业了，就要上国小一年级了，我们请代表湖东妇幼的弟弟妹妹们向大哥哥大姐姐们献上最深的祝福，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健康、活泼、快乐学习，有空一定要回来看看老师，看看我们，告诉我们一年级好玩的事哦，我们也会想念你们的，祝福你们功课一级棒，身体更强壮，珍重，再见。在校生代表又一凤仪班夏佩琪、陈廷凯、蔡耀琪，谢谢大家。好，我给你热烈的掌声。好，我们谢谢这三位小朋友。